等机会共同睇广播剧《现在开始》。喂，早晨啊 ，Chris， 你今朝咁早翻嚟啊？系啊，李老板，我今日咧多啲嘢做，咁所以咪早啲翻嚟咯。啊，你又真系勤力嘅，不过有人勤力过你喎。吓、啊，边个咁早翻咗嚟啊？咪你好兄弟 Roland 咯，佢啱啱美国翻嚟啫嘛，有佢嚟帮你，你放心晒啦。喂，我去叹杯茶先啦，有咩事讲我啊？哦、啊，唉。不过 Roland 咁快翻嚟噶，我都仲未谂到点样同 Gigi 开口讲、啊。不过当初请阿 Gigi 嗰阵咧，都讲到明，只系临时代替。咁而家 Roland 翻咗嚟，要佢走都好应该嘅啫。咁公司的确唔需要佢噶嘛。咁但系而家需要佢嗰个唔系公司，而系，唉，点算咧？好兄弟，系咪好挂住我呢？吓、啊，我知你冇我唔得噶啦，所以嗱林咧赶翻嚟帮你手啊，系咪好多谢我啊？真系唔方唔多谢你啦，唉，好翻唔翻又会咁早翻？吓、啊，我唔早噶啦，我今朝有人仲早过我。吓、啊，边个啊？唔系我个表姐兼临时替工嘅主持咯，佢今朝咧翻嚟摆低咗封信，走咗啦。系咪呢封啊？唔使睇啦，辞职信嚟嘅，佢快你一步，唔使你亲手炒佢。不过咧，佢走咗唔系好耐嘅咋，反正你不嬲都唔习惯啲女人喺你身边笃眼笃鼻噶啦。喂，咁如果我话俾你知，我想改变呢个坏习惯咧，唔系啩？你不嬲都睇唔起啲女人噶，边个咁有本事可以改变到你啊？就你表姐。我表姐。哦，你，哎呀，呢几日做过啲乜嘢嚟？冇啊，咪好似你平时咁啫嘛。我咪叫佢帮我预备啲资料，执啲房，执到佢整整齐齐，咁啊同我冲下啲谷谱咁啫嘛。死啦死啦，中招啦你！咩啊？我有咩唔妥？第一，我从来唔会帮你预备资料，因为你咧话靠把口咧就乜嘢都出得掂嘅。第二，我从来都冇咧帮你执过啲房嘅，因为你话咧间房乱啲咧似翻个男人嘅。第三咧，乜你饮谷普嘅咩吓？哎呀，你系咪中意咗我表姐？咁又唔可以咁讲嘅，不过又好似你中意人就认啦。哎呀，你份人咁阉尖，难得有咁啱嘅，就唔好放过啦，一于俾啲行动啦。咁我可以做到啲咩？咁唔通诶，请佢翻嚟，然后炒咗你咩？我唔可以咁。有異性冇人性嘅。哎呀，咁啊，咁你要阿 Gigi 表姐翻嚟，唔一定要坐我位噶嘛。你唔系成日话冇人帮你手做创作嘅咩？咁冇人刺激你思维啊嘛，揾佢啦。系、哦，我横掂都要请个创作助手嘅啫嘛，嗬。咁啊，请沙嘅不如请熟噶啦。你仲等？佢走咗冇几耐嘅咋。系、哦，系、哦，我即刻揾佢，快啲，快啲。Chris， 你收到我封辞职信喎？收到，不过你封信咧，封信有问题啊？问题？个问题其实就系、是……如果冇问题嘅话咧，咁我走啦。咪走住，咪走住。其实咧，其实啦，嗰封信系有啲问题噶。系咩？有啲嘢你未交代清楚。但系。嗰封辞职信嚟嘅啫，冇咩要交代啊！有嘅有嘅咧，嗱，你都冇讲低，我听日开会嗰、那个 file 摆咗喺边度？哦，咪摆咗喺你台面咯。咁俾汽水公司嗰啲资料咧？柜通第二格。咁我前日买嗰啲头痛药咧？台头杯水隔篱咯。谷普谷普咧？茶水嗰个密封樽里边咯。哎，嗱。我唔识冲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咁你使唔使我而家上去同你冲杯啊？梗系要嗱嗱声啦！Chris 啊，其实阿 Roland 已经翻咗嚟，
佢都可以帮你手啦，你唔需要我噶啦。诶，边个话噶？嗯，梗唔系啦。吓？你想讲咩啫？我唔系好明白、啊。我系话咧，我好需要你咯。吓？翻嚟公司帮我手咯。哦，咁你系代表公司定系代表你自己啊？有咩分别啫？啊，唔讲我走啦。喂！是代表我自己，我想找个 creative 的助手，一个可以刺激到我、改变到我的人。乜你咁睇得起我咩？我是女人嚟嘅、哦，就是因为你是女人，咁仲系一个独一无二嘅。咁即系而家系你欺我翻去啦。算是啦，咁你肯唔肯啊？咁冇话唔肯嘅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一百个条件我都应承你。哦，唔使咁多，一个就够噶啦。咁以后嗰啲执头执尾啊、斟茶递水嘅嘢，我唔做得唔得？哦，咁啫系嘛，冇问题。咁我一于请佢打杂，或者叫阿 Roland 做咯呢啲嘢。不过谷谱咧，一定要由你冲先得嘅。嗯，睇下点。干净咗咁多嘅，啲台仲冇到立立令喎。我哋又冇请清洁，究竟系边个会咁好死帮我哋执到间 office 咁整齐嘅咧？喂，唔通有贼入嚟？吓，唔系嘛？嗰餐偷完嘢之后又帮你抹台、吸埋地，仲要冲埋咖啡俾你饮啊！你系想啊？咁多位你哋好啊！我啱啱冲咗壶咖啡俾大家。喂，你系边个啊？做乜喺公司走嚟走去啊？我叫阿基。啊？我叫梁基，我系新请翻嚟嘅，我做清洁。吓，唔系嘛？你跛嘅喎，边个请你翻嚟噶？咪系咯，你行起路咁辛苦，你不如翻屋企唞阵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嗯，其实我只脚，我明白系有啲问题，但系唔代表我做唔到嘢嘅。唉，你系做得咁好，不如去搵份好啲嘅工啦。隔篱快餐店嗰度请人啊，不如你过去买汉堡包啦。咪系咯，我哋呢个大公司嚟噶嘛，咩人见到我哋 office 请个跛嘅清洁，几失礼先得噶。但系我头先听到你话间公司打扫得好干净，呢啲其实全部都系我做噶。够胆咁同我讲嘢，究竟边个请你翻嚟噶？系芝芝小姐请我翻嚟嘅。吓？哦，原来是那个人，那要玩尽他的。阿基哥是不是？喂 ,sorry, 失觉晒，我都看得出你很能干的了，那不如你帮下我们手啦。嗱，你见到上面那些吊柜吗？见到？哦，我见到。嗱，入面有很多呢陈年旧快佬的，嗱，那麻烦你帮我逐个拿下来抹干净他，然后重新排返次序拿返上去摆啊。含上去啊？你做唔到啊？咁又系嘅，你只脚。冇问题嘅，得噶，我即刻去做啊。我睇你点下。喂，咁会唔会有危险噶？佢得一只脚嘅啫。咁啊。唉，如果连咁佢都做唔到啊，仲有咩资格帮我哋做清洁啊？喂，博士，佢真系得喎，睇下佢。单脚都咁身手敏捷嘅吓，喂，阿基哥你做咩啊？哦，冇，我攞嗰啲花佬落嚟噶嘛，抹干净佢啊嘛。啲花佬十年都唔用一次嘅，你攞落嚟做乜啫？做咩啊？咁锡住佢，佢同你有亲噶？哼，又想嚟公司呃饭食。你哋明知基哥行动唔方便，仲为难佢。啊，算啦，咪系咯，算啦，听唔听到啊？人哋跛个都唔出声，你出咩声啊？我唔该，你尊重下人哋得唔得啊？哎呀，乜我有讲错嘢咩？咁佢真系跛啊嘛。跛噶。基哥只系行动唔方便。跛咯，咪真系，你真系跛咯。咩事咁嘈啊？你老板啊？
之前好请唔请嘅，请个跛嘅翻嚟做清洁啦。咪系咯，失礼晒啊，老板。点做嘢？边个话要清洁噶？哎呀，系我。咁开会你唔讲，一时唔记得。唔系，咁你点会请个行动唔方便噶？老板啊，基哥咧佢好做得嘢噶，你俾佢试下啦。咁点啊 ，Chris？ 唔系俾佢试下咯。嗱，你话得我信你噶啊！好啦，大家翻嚟位做嘢吓。我要请个清洁，你做乜请个咁嘅人翻嚟啫？基哥系我啲街坊，佢做嘢好好噶，好有责任心噶。但系佢系弊噶嘛？咁有咩问题啫？咁梗系有问题啦。佢，唉，佢弊嘅行又行得慢啲，擒高擒低又惊佢做唔嚟。最惊啊，就系佢恃住自己行到唔方便，蛇王咁啊够弊啦。嗱。你四肢健全都唔代表你会行得快啲。就算基哥隻脚有事，但你头先好清楚睇到佢擒高擒低都冇问题。仲有一样嘢我好肯定嘅，基哥佢比你哋公司入面所有人都要勤力啊。你对佢咁唔满意，完全因为你哋对佢嘅偏见同歧视。你都打横嚟讲嘅。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喺出面听到你哋嗌交。其实无谓为咗我而吵啊！既然唔中意嘅，我先走先。阿基哥，你唔使走啊！如果佢要炒你嘅，就炒咗我先咯。喂！由呢一刻开始，你唔好同我讲嘢啊！Gigi，啊，咁仲点啊？咁啊，唯有留低你喺度做嘢咯。唉，啲女人真系烦。你近来又再有空，我却防备。别发功，能勉强戒住心痛，但喉咙还在痛。你再怀旧，我也懂，还称赞我够上进，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。我道恨都低估了你，我以为撑得起。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，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。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，连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，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。求你别说错过我，其实亦爱我，何以既若放过我，你已仿佛有神助。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在杀死我。平等机会共同体广播剧有黄海芹、梁咏琪、Fiona、行程、梁奕伦、李志刚、罗启新、周国峰，仲有其他二头 DJ 演出，友情客串古巨基。10月13日至24日，逢星期一至五，娱乐满天星来播出。音乐剧会在10月25日晚上7:30，葵青剧院演艺厅隆重上演。